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语无伦次，我是黄金伦，我是林宇轩。是的，我们第一次的那个反应好像还不错，自己讲了，对啊，先录的嘛，我也不知道会怎样。哇，而且那个哇，你的发箍自己拿来用了，哎，对啊，这不是你刚刚就是哎上次对，拿来卖寿司的吗？今天到底卖寿司？呀，还有，哎。接下来这次的这首歌曲呢，有点颇有难度，我蛮紧张的，真的因为吗？这是一个女生的歌曲。但是它对我来说也很有难度。然后我们之所以会选这首歌呢，是因为刚好前一阵子我们的啦啦徐佳莹呢，她在《我是歌手》里面有唱过，对，然后然听后了之后他就，就拿来 KTV 点。然后我们就，哎，你点了，你就对，唱我啊，点我就了，好，我们一起唱。结果发现，哎，蛮好的，还不错，就想来试试看这样子。那这次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国际知名钢琴手，吉他手冠宇。冠大家好。他为了练这首歌，哇，我跟你讲，不眠不休，不寝不食，这么厉完害，应全该都没回瘦家，了，没换衣没服。换，2个礼拜没有换衣服了。没换，对啊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接带来这首歌曲是不同国家名字不一样。对，这首例歌如说，叫《不不痛痛。》，不痛啊。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，承诺不算太遥远，遥远只剩一瞬间。一步步靠近终点，再差一步我们踏上永远。谎言让人太陶醉，陶醉在你给的世界。想不允不许删了我的执着，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。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，你不看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我，我不哭不笑只剩下沉默，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。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，承诺不算太遥远，遥远只剩一瞬间。一步步靠近终点，再差一步我们踏上永远。谎言让人太陶醉，陶醉在你给的世界。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，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。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，你不看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我，我不哭不笑只剩下远走。
痛了，不痛，不痛了。带着我的骄傲高飞。哦呦，呦呦呦！远走，远走。电话，亲爱的，怎么有电话？带着我的骄傲高飞，气球高飞，人家就喜欢气球呗，我不。